妹妹，大的捣蛋，小的混球，楼上还有一个老不休，三姑六婆常来串门。爸爸，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？不是，一加一不等于二。可是妈妈给我讲一加一等于二啊。嗯，你妈当初还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说了什么？啊？你说，世界上只有你跟我呀。